好啦，咁啊 ，part A， 其实 part A 我冇困你哋噶，做唔做到噶？其实做到噶，试下咯。DU 等于 2x dx， 咁啊，所以 8x 三次，九加 x 次开方 dx 做到啊？试试先。首先要自己加个二分一先啦，我估。跟住個 x 三次要拆做 x 二次啦，同埋 x 啦，啊，而個 dx 前面要填 2x dx 啦，跟住就做到咩？2x dx 變做 du 啊，九加 x 二次開方變咗做 u 開方，係喎 ，x 二次可以變就係喎，做到喎又，啊，不過要自己搞搞佢先喎。啊，依個款做到喎。x 次就变咗做 u 减九，咁啊开方九加 x 次就变咗做开方 u， 即系 u 嘅二分一次方，跟住后边 du 系啲嘢可以换晒做 u 噶噃，跟住当然啦，有括号嘅要拆括号啦，拆括咯，你等于二分一 in， 咁啊两数相乘之数相加咯，咁啊变咗 u 嘅一次方加二分之一次方，三 over 二次方咯。減九 u 嘅二分之一次方要加下括號啦，跟住 du 啦嚇 ，in 到喎又係喎，啊冇困你哋喎今次，咁啊變咗做二分一，跟住就 u 5 over 二次方除5 over 二，減九 u 嘅三 over 二次方除三 over 二，三個加 c， 跟住執執靚條式，跟住就做完啦。啱啱冇理由錯啊！好驚，我驚數字化揀錯添，睇下有冇化揀錯先。第一個五啊嘛，5/1嚟嘅好似係，唉，我都驚驚地，發覺點解好似唔好對路嘅咧？係啊，5/1嚟嘅。跟住27/2系嘛？好，睇下我有冇做错啊 ？Part A， 啱手真系有错定冇错？冇错啊！咩啊？咩点做？哦，冇做错啊！應該冇啦，除非有啦。唔知道自己有冇做錯，非常簡單嘅啫。咩？我做錯咩？係咩？有啲咁嘅事又得嘅咩？係好似又得喎！哎呀，我份數有錯，我點會咁 cheap 㗎？即係兩個份數都錯曬。第二個錯。第二個錯咗啊！哦，真係錯咩？係咩？真係錯。三，真係錯啊！幾多啊？-3。即係前面有負號，咁加落去係3。真係，係哦。好啊，冇錯啦，唉。OK， 咁啊，係啊，即係個前面咗二分一，我承諾咗添。好，part A 我哋話，普通 substitution 做到嘅喎，呢條題目。好啦，而 trigonometric substitution 你估又做唔做得到啊？做唔做到你話？梗係做到啦 ，trigonometric substitution 係最厲害嘅 substitution 嚟嘅，撞到開方好，尤其是依個款嘅話 ，trigon substitution 理論上係冇衰嘅，理論上啊。不過實際上絕對 substitution 我做一次咧，係好難用嘅。點解呢？首先你要叻啱嘢先啦，係咪叻 tangent 嘅話説話定 secant 啊？嗱，我哋要用動嘅恆等式，我都唔記得咗啦。一加 c， 一加 tangent 就 secant 死啦。叻 tangent 定 secant 㗎？二
啊，你都仲要揭嚟揭去啊！再試下佢個考試，你冇機會噶啦。咁啊，博大霧啦，唔係博大霧，係博一博，唔係博大霧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再一次啊，逢親有逢親加咧 ，H 次加 A 次呢啲咧，一定係聽盡噶啦。你撞到減數就麻煩啲嘅啫。再一次啊，如果你真係要背嘅話，其實咧，以前我都係咁背噶。開方好入邊，如果中間係加好嘅話，就唔使諗噶啦，一定係聽盡噶啦。中間係加好嘅話。中間是減好的話，咁點算咧？就睇下究竟是一減 x 次定係 x 次減一啦，即係睇下 a 次減 x 次定 x 次減 a 次啦。咁啊，如果係 x 喺後面嘅話咧，我哋用 sin 啦 ；x 喺前面，我哋用 sin 嘅。啊，咁啊，以前啲我啲同學直情係點樣背法呢？有減好啊？哦，好簡單嘅啫。如果係有減好嘅話咧，一個 sin， 一個 sin。S 大家都是 S 啦，英文字母啦 ，E 先定系 I 先嘅 ，E 啊 E 先嘅，咁所以如果见到 E 咧就系 X 行前啦，即系 X 次减 A 次啦，如果见到 I 咧就系 A 次减 X 次啦，系啦，一个前一个后哦，就系睇下究竟啦，排边个英文字母，咁啊 C 琴系啊 E 以前我 I 嘛 A B C D E F G H I J K 啊嘛。我日日唱，而家我聽，不如個小朋友唱。啊，咁你可以咁記，最主要自己記法咯。加就唔使諗啦，加定係聽盡嘅。咁所以其實咧話係咪一定要背個表係嘅？如果要做得快嘅話，但係咪真係一黑埋眼背有冇技巧？其實有嘅，你可以自己揾技巧嘅。如果你個技巧正嘅話，你可以同我講啦，係嘛？我最多下年我仲有機會教 M2 嘅，我咪同啲你啲師弟師妹講咯。嗱、啊，三年前想當年係啊，你有個師兄叫咩名字？啊，作呢一招啊，有啊，威到爆我啦！如果個招真係威嘅話，你會名留青史啊！如果是一定是迷秋萬年就不知道了。好啦，咁啊 ，dx 等於三個 secant square theta d theta 漏咗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就換啦。咁所以啊 ，in呢個 x 三次方九加 x 次開方 dx 啦，我第一個步驟就可以換曬做 theta 噶啦。哎呀，不過 x 三次方玩到咁大啊，大佬27個 tangent 三次方 theta 變咗做，哇陰功啊！玩到咁大啊！九加九個 tangent square theta， 跟住就再嚟多個。三個 secant square theta d theta 嚇？我有冇做錯嘢啊？冇，冇做錯。但係啦，你發覺 in 唔 in 到咧 ？in 唔到，咁輕言，咁輕言敗退啊！冇勇氣，人生最罩忌就係冇勇氣，又輸咗都係嗰句。EQ 要夠高至得㗎，好啦，咁啊的而且確我都冇乜勇氣喎，見到條色好似唔係好對路喎，哇撞鬼啊，又話三角度積分法好勁抽嘅，我勁抽到我唔識計添，啊勁抽得滯添，啊，哎喂理論上越嚟越簡單，我而家喂好似好走喎，27×9添啊，可能咁大啊？243萬玩到，有病啊佢！好啦，去到依度冇做錯咧，冇做錯啊，冇做錯啊！好啦，哇，兩個嘢成埋一齊啊！舊年邊啦，唔記得咗係咩？嚇？聽盡成思近。咁啊，又要再叻多次喎、啊！叻於對咩好啊？叻於對斯坦，又嚟咯！反？你於路係咪如果成板紙俾你計噶？差唔多啊，反幾？好啦，係啊，我對唔住啊！咁啊，叻於等於咩咯？斯坦咯，跟住 DU 等於斯坦 beta tangent beta 咯。哇！陰功啦，冇陰功啊，冇陰功啊，真係冇陰功啊！好啦，咁所以啦，所以我哋咪
243，跟住 intention 三次，跟住 seeking 三次 ，debita 咁咪等於咩嘢啊？有自己事經成嘅應該有啲難度，好似 tension 二次 ，seeking 二次，跟住啦 ，seeking theta tension theta debita 咁咪in 到咯。耶、yeah, ，冇話 in 唔到噶，三角度積分法，我嗰個好威水嘅係好威水噶，好威水，真係威水，好威啊！啊，我威爆啊！聽先，聽人二次同私人二次有咩關係？加定減喂 ，U 二次加定 U 二次減一嚇，私人二次減一，咁咪減咯 ，in 到啊 ，in 到。終於 in 到啦 ，in 到啦，太好啦 ，in 到啦，終於 in 到啦。點解未完啊？嚇、啊，要將個 U 變翻做乜嘢嘅咩？睇下先啊。嚇、啊？個 U 點樣變翻做 X 啊？變翻 C 啊？變翻 B 啊？哇，唔係啊，玩到咁大啊，大佬！沒人叫我這樣做，是的，我自己下來壞了。那你發覺了，做三角代會積分法有時候是的，而且我做到變態的，沒法做完，但是個 U 了，我臨時變成做 U 了，但人家本身是 X 來的，變到了嗎？變了，真的變了，我不想變了。我唔想變翻時間喎。我點變啊？慢慢變啊！我唔識做，我做呢個投降啦，對唔住。啊！最多未冇一分變啊！你唔夠 EQ 啊？我唔夠啊！對唔住，今日唔夠。唔係唔夠 EQ， 係唔夠時間。正常攞 in 到嘅都一定 in 到嘅，但係最大問題有啲學就係啦話，唔係個 U 你要變翻做 X， 會同 X 扯上關係喎。其實公開考試好少可考依一樣嘢，點解呢？你去到下一課你就知道，下一課教埋定積分，你就知道咧，原來有時候 in 完依個嘢咧係唔需要變翻轉頭，所以我今日去到依度停一停先啊！你想變翻轉頭，我唔阻止你啊！有啲同學變咗啦，係咪同左手邊個答案一模一樣啊？係啊，變一模一樣嘅。依嚿嘢同依嚿嘢其實一樣嘅，爭在中間點變呢？一陣間揾一兩條 pass paper 同你做一次，你知點變？嗱，不過去到呢度，首先我想問一下，三角代換積分法有冇大問題？再一次啦，係好威水噶。但係三角代換積分法咧係有個好大問題嘅，就係有時候你做完個三角代換積分法，如果嗰嚿份數本身係份數的話咧，你會約曬啲 sin cos 咧係好易癲嘅。但係如果嗰嚿嘢開方好本身唔係份數嘅話咧，你隨時就會搞到條式咁嘅樣嘅，兩個 trigonometric equation 係乘埋一齊噶。你每一樣揀就會乘埋一齊啦，乘埋一齊你會唔會做到落去？其實做到啊，因為啦，我哋之前練咁耐啲 sin cos 乘埋一齊點邊咧？其實就係為咗俾三角度積分法用嘅，即係人哋叫做養兵千日，練功千日，用咗一招就係咁啦。好啦，當然啦，最後啦，公開考試有冇咁難咧？我話俾你聽，就真係。冇噶，點解咧？你可以睇一睇用到三角代換積分法嗰啲題目咧，其實好多時候咧都係咩樣噶啦？我哋一齊望一望咧。嗱，涉及三角代換積分法嘅題目咧，喺你嘅 notes 啦，如無意外咧，去到第27頁、28頁咧就應該有啦。27頁都未係，28頁開始就係三角代換積分法噶啦。嗱，我哋就做一條咁簡單啦嚇。咁你見到嗱，呢啲啊係有份數嘅。俾埋 hint 俾你添嘅，嗱，亦都係啦，再見多次啦，又係份數嚟嘅。正常嚟講，人哋預你可以約嘅啲嘢啦，諸如此類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有機會冇份數，有嘅，好似呢啲咁咯，23題咯，24題咁啊，最麻煩啦，應該。咁但係啦，我哋選擇做25，作為25題，我哋又放多你一個 break 啦。25，咩啊？而家答半啦。你發夢咩？我係啊！哦，我做埋呢條先。呢條2014年 pass paper
喺你 M2 嘅2014年第五題，咁就俾六分。啊，呢條題目打星星啦，好緊要呢啲。啊，我話埋俾你都得，你今次考試都有類似嘅題目出現啦。係。話埋俾你都得。哎呀，啲人走咗添。你揾人提佢啊？叫打星星啊！有嘢做啊！好啦，嗱，條題目 Part A， 你用咩當積分法？你會點做法 ？Part A， let you 等於啲咩嘢？嘥啊！輸咗啦！係啦，人哋雖然有開方好，但係 X 好似冇二次方喎。你用三角代換積分法，你會點？你化解唔到個根式㗎，你會醫唔到嘅。人哋特登係陰你味㗎。有啲同學咧就開埋眼，哦，又開方好啊，咪三角代換積分法咯，用三角代換積分法換上腦嘅，做唔到嘅。三角代換積分法 part A 原因，你個 X 係冇二次方嘅，係用唔到啲三角恆等式嘅。咁所以 part A 咧，我哋只可以做啲咩嘢呢？最普通嗰只嚟嘅啫。Let u 等於九減 x， 各位。嗱，跟住 du 咧就等於負 dx。咁所以咧 integration 啦，咁我多數咧我會將個 dx 寫翻落去，就唔會寫上分子度。咁啊，依一個係最簡單嘅 integration 款式啦。咁咪等於翻咩嘢咧？你要識得變咯。負 integration 一 over 開方 u du 咯，應該係咁啦。咁啊，哎呀，應該個一 over 開方要寫翻做指數形式啦。如果唔係點 in 啊 ？u 嘅負二分之一次方 du， 咁啊等於啲咩嘢咧？等於負啦，跟住就 u 嘅負二分一加一，即係幾多？二分一咯，加 c 咯。咁啊，再做落去嘅話，咪變成負，即係負二九減 x 嘅二分之一次方加 c part A， 咁啊做完咗啦。好，有個大問題，純粹普通嘅代換積分法，你就搞得掂個 part A 嘅啦。OK， 好啦，嚟到 part B 啊。Part B 普通的代換積分法仲做唔做到呢？我估就做唔到啦。但你見到啦，嗱條題目我冇打錯嘅，佢叫英文點寫啊嘛 ？Using integration by substitution， 佢冇講到咪 trigonometric 嘅，但你要自己知啊，講真。啊，人哋都強調 Part B， 你點都要代換積分法啦，得過啦。佢冇同你講 let u 係乜嘢嘢啊？唔係喎，今次我哋唔係 let u 咯 ，part B 我哋 let 係 let， 係啊 let x 咯。死啦 ，sin 定 cos 定 tangent 定 tangent 啦，唔係啊 sin cos， sin 定 tangent 你㗎 ？sin 係啦，揀 cos 做到㗎，你唔信請我自己試試啊！你一減 sin 二次變 cos 二次，一減 cos 二次變 sin 二次，我話俾你聽，一樣做到啦，多咗負號有個答案最多，其實一樣嘅到最後係。係啊，咁啊當然啦 ，x 係 sin 咁啊 ，dx 咪等於 cos theta d theta 咯。如果你咧 x 等於 cos 嘅話，因為多咗負號咯 ，dx 咁啊多咗負號咪麻煩啲咯。咁所以人哋多數會 let sin 嘅啊。咁你 dx 就變 cos 冇負號，比較開心啲。好，跟住再做落去啦。咁所以啦 ，integration 一 over 九減 x 次開方 dx。你記得依、這個又係可以即刻做代換積分法啦 ，integration 啦，九減 x 次啦，咁如果你勁抽跳步驟咯，即刻寫噶啦，依嚿嘢變即刻會變咗做乜嘢啊？我冇叻錯嘢好似，漏又漏咗 number， 唉，好失敗啊！你有冇漏啊？你冇漏非常好啦，我有漏，不過你漏咗你就知啦，做做下你實你會發覺你漏咗嘢，咪加翻去咯。你所以你見我咧做啲題目得閒咧，我都留定個空位啊！你見唔見啊？特登嘅，係嘛？咩啊？你唔信啊？嗱，個衫啱啱放落去，啱啱好嘅。哦，係啊，如果可能又加嘢，好啦。咁所以啦，變咗做九減九sin square theta 啦，要開方啦。
DX 又換咗做三 cosine theta d theta 啦，跟住就變咗做一呢度開方嘅話咧，會變咗做三個 cosine theta 嘅應該。咁啊，乜都約曬嘅，又係好好開心嘅呢條題目。咁啊，等於 in 一啦 d theta。我又漏咗嘢啊！又冇啊，真係冇冇咯。好啦，咁 in 個 in 一 d theta 咪 theta 加 c 咯，係咪啊？好啦，但係啦，最後啦，有同學就成日都係問呢樣嘢啦。喂，唔好對路喎，我做緊係 x 嚟㗎啦。你睇下 a part 啦，我都係做嗰個 u 㗎。臨尾答案 in terms of u， 咁但我都換翻做 x 啦，係咪？好啦 ，part b 啊，喂，呢個 theta theta 加 c， 我使唔使寫翻做 x 咧？其實要的，但是怎麼寫呢？我想問問最關鍵就是這件事，如果真的要寫，怎麼寫法呢？ X 等於 3 sin theta， 那我知道啦， sin theta 等於 X 除以3，那但是 theta 等於什麼啊？是的，這個我不知道你 有沒有學過了， sin inverse 即是 R sin 啦，是的，咁啊，應該 form two 教你篤機嘅時候，不過我哋就好少寫出嚟嘅。不過咧，嚟到 M two 咧，有時候要求你咁樣寫翻嘅。啊，呢、這個叫 arc function 係啦，咁 loss 我都有講過下 ，ARC。哦。咩啊？你發個 D 啊？哦 ，D 唔使呢啲，呢啲基本嘢再講一次啊。你計數機應該有咁嘅符噶嘛？同埋 shift sign 咪喺呢個符咯，係咪啊？廿三幾下，我都唔使啦。我先打錯。好啦，有冇大問題？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剩低啲題目咧，我唔多講噶啦。未完，跟住有同學發覺碌屎打錯，係啊，我碌屎又打錯，不過冇錢啊。啊，你揾到碌屎打錯冇錢啊？我好窮啊，對唔住。好啦，我碌屎打錯喎。在碌屎第14頁係啦，有同學就指正我嘅錯誤啦。留咗個三嘅位，係啦。呢度碌屎第14頁，呢度下邊啱咪順便打漏嘢，自己教下。嗱，依一個做一次啦，係啦。咁啊，有時候咧，你編到個 theta 咧，要夾咁樣寫法嘅。咁當然啦，盡量將翻啲 theta 換翻做 x 啊，諸如此類啦。咁啊，難唔難換咧？我哋教曬所有之後温書，我同你温多啲呢個三角概積分法啦。不過今日暫時去到呢個度停一停啦。past paper 咧入面都仲有唔少係三角概積分法嘅，咁你放心啦，考試前我都一定做曬嘅，唔使考。好啦。